看看它们的不同，一个粗壮的，一个细小的，猜猜哪个是公，哪个是母。手以后，公龙虾的头里面全是那种膏，母龙虾的那个头里头都是很硬的黄子，很多的籽。从外观也可以看出来，这个公的就很大，母的就稍微的小一些。看看怎么分公母啊，看看母子就是这两个小细的细细的小爪，公子就这两个小手，很硬很硬的，就是指着这些个小小爪跟这个大爪中间有两个小手，小手是很硬的，这个公的。来看这个母的，母的这就是很细很软，不看这个，不看这些个小爪，只是看这中间的这个很硬，这个很软，就是这么区别。我只是看这两个大硬爪就是公的，然后看这个小细毛毛爪就是母子。上一个视频有的粉丝没看清楚，用一根筷子巧取了这个龙虾肉，这次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。龙虾的这个尾部有一个小孔，可能是它排泄物的小孔吧。把筷子伸进去，然后拨上那个肉，往外一用力，肉就出来了。整整的一个大龙虾肉，简单的就取出来了。我看很多人都是用嘴啃呐，还是用手使劲的掰呀，很费劲的取这个龙虾肉。取这个整只的龙虾肉和做这个蘸料，请看我上集的《怎样吃龙虾》里边有介绍，大家可以到上一集里头去看。